个奖项，我们请我们总务主任周中中周主任。周中主任，我们主任很辛苦，你常常看到他在学校跑来跑去的，因为学校有不停的修不完的地方，很辛苦我们总务主任。我们等一下也邀请家长一同上台合照哦。好，看我这边，一二三，好，再一张，好，一二三。徐老师，我们颁证。徐老师呢，常常为我们长进。然后昨天晚上呢，9点多，他把我们今天的毕业生的影片PO上网。各位家长可以到 YouTube 去了解，然后去看一下小朋友的毕业生活点滴。我们请徐老师为我们颁证。邀请家长们可以一同上台合照哦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要来看镜头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老师为我们颁证。你可能没有对好，对焦没有对准，是办案。好，先看这边。来，我们邀请家长一同上台合照。来，妈妈，妈妈欢迎。好，再看我。我们再拍一张哦，有家长。好，一二三。好，再一次。一二三，记得保持笑容哦。请在此以热烈掌声感谢家长会对新街国小的付出。好，我们家长会准备这次就是很实用的毕业生的礼物悠游卡。那未来呢，小朋友读国中之后，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坐公车都可以使用。那因为会长就是事情比较多，公务繁忙，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副会长代表我们的谢和一副会长为我们颁证。我们也邀请家长可以一同上台合照。看这一条，看这一条。好，看这边。好，一二三。好，再一次。一二三。三，好，这一张，好，一二三。